真山水中找，其实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这一块好像有鱼子纹。这个纹还是不错的。漂不漂亮？这个背后就不行了。就是这一边，清洗一下会更漂亮。底部是这样子的，基本上是平的，只要往桌上一摆就可以了。这个都不需要底座。